师兄试射结束了，很不乐观，快过来吧。你们俩等我会儿，我进去看看什么情况。也行，有什么需要给我们打电话。嗯。我第一次看见这个靶的时候才知道，原来十环只有这么点儿。普通人别说射击了，连靶心都看不清楚呢。你说你们射击运动员是不是都有千里眼？你怎么不问问我结果？荣怀射击的速度要是有他传话的速度快，当时就来我们宿舍组。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堪一击，而且雷教练也给了我一个试训的机会。一天不练自己知道，三天不练观众知道，况且你离开赛场四年了，就算你以前有再高的天赋再好的成绩，你早就被那些努力拼搏到现在的人甩开了。我知道失去的东西很难弥补，但我想再试一次。这四年来我丢失的东西，我会一枪一枪地补回来。两周后射击队有个测试，你要真的想回，就拿出点成绩，堂堂正正的回来，也不枉徐教练当年那么器重你。徐教练太好了。徐教练退休了，等你出了成绩再回去看他吧。怎么样？真的，我就知道志远一定可以。那咱们火锅走起。还不确定呢，雷教练只是给我一个试训的机会。饭得一顿一顿来嘛，咱们今天先小吃一顿，庆祝你有试训的资格。等你正式入队了，咱们再大吃一波。说的对，我都不知道啊，林雨晴，你还会说这么中听的话呢？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，走。试训呢，只有两周的时间，还得接受一系列的体能训练。要想恢复当年射击的状态，也没那么容易。两周，估计没时间上课了。体能训练的话，营养也得跟上。啊，怎么了？把你课表发我呗。要课表干嘛？这段时间你就只管冲刺，其他的事儿交给我，我保证你身体学习两不误。进来。傅律师，你找我呀？财务处那边说月底了人手不够，需要人帮忙处理发票报销的问题，你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去财务处找黄主管报到。嗯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傅律师，基于之前的经验教训呢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次贴发票的任务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交代的呢？贴发票这么简单的事儿还需要我交代呀？好，知道了。嗯，静。
黄主管，傅律师让我过来帮忙。哦，你就是顾夏呀？嗯，我都等你好久了。来，这些发票啊，把它分门别类的贴好啊，然后再录入系统，关联到相关报销的人身上。下班之前给我，能做好吧？我尽力。你可别小看这些发票啊，这些票据啊，记录了整个公司有关运营的费用情况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嗯，我也听说这批新来的实习生里面啊，就属你最机灵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，啊，希望你能完成。行，去吧。他的报销金额和发票对不上，这些发票都是来自同一家餐厅，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你还挺细心啊，既然是你发现了问题，那就还是由你在系统上提报吧。哦，好。嗯，去吧。好吃的，嗯，深夜烧烤，吃货的最爱。开饭！哇塞，来吧，说说吧，之前不是不想去实习吗？怎么今天春风满面的？不会被我说中了吧？你真的霸道总裁爱上我了？免了，免了，免了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这么八卦，吃你的！那你赶紧说呀，到底咋了？你们真的想知道？嗯，好吧，那我就悄悄地告诉你们一下，就是今天啊，我在公司做报销的时候，成功揪出了几张不合规的发票，揪出了公司的蛀虫，还帮公司节省了一大笔开销，财务主管表扬我了。我就说你这业务能力到哪儿都吃香，适应能力挺强的，马上就脱离职场小白的行列了。来，我顾下办事儿，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？你大晚上的忙什么呢？啊，我选课，沈娟最近不是忙训练吗？我想着帮她去听一下物理课，记下笔记啥的。你帮她上课，那你自己的课怎么办呀？你看，你这个国际金融、计量经济学、微观经济学都跟她的课撞了。那没办法，先紧着她呗，我到时候再补。林雨金，看不出来你是个恋爱脑呢。她何止是恋爱脑？他简直就是一个贤内助。不过你去帮他听课，你有他手机吗？我明天找他拿一下。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！现在的男生手机里面秘密可多了，你确定他会给你吗？好问题。老板，一杯豆浆，一个矿泉水。好嘞。老板，两个油条。好，谢谢啊，慢走啊。稍等啊！哎呦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今天不是第一天训练吗？小林老师得来监督你啊。还有个事儿，我要没收一下你的手机，避免外界干扰。
密码你也得告诉我。密码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们男生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哈，都等等等，给你半个小时让你删一下。0927，欢迎小林老师查看。0927，什么日子？想起来了，我不是要查岗啊，我这不是帮你上课吗？为了不影响你的出勤率，辛苦你了，小林老师。你也辛苦了，训练加油。嗯，走了。哎，旁边有人。是你啊，你这是为爱转系了？啊，不是，沈娟最近不是忙训练吗？我来帮她打卡。打卡？沈娟不是已经跟系里报备过了吗？她说这段时间要参加训练，无法保证出勤率，根本不需要打卡呀。我这不是帮你上课吗？为了不影响你的出勤率。身体好，体能也好。教练，陈娟，留一下。你还没有通过体能测试，没有资格上实弹。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于教练，咱们射击队的体能教练。我特意把他喊过来给你做功能性运动测试。于教练好，给教练展示一下你的底子，一组平板撑，一组手肘交替，去。好。走。平板支撑，2分33秒。手肘交替22次。李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身体素质还行，他的核心稳定性也还可以，但是有一点，他的肩膀灵活性跟支撑稳定性差很多。沈娟，于教练说你肩膀灵活性和身体稳定性都很差，建议你放弃。你想好了要不要放弃？还有2周时间，要做好这些，
你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练一场，能行吗？能。大点声。能。麻烦于队给他开个方子，让尽快补上。每天是14个小时，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到最佳的身体状态。我劝你放弃，别最后耽误大家，更耽误自己。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不会放弃的。雷队啊，你这下手可够狠啊，能不能撑住？没事，他能行。雨欣刚来过，啊，手机，谢谢啊。真的样子还挺帅的，加油，男朋友。喂，陈律师，小顾是吧？嗯，就是你把我的报销单打回去了。其实这都是一场误会，你像我们有时候跑业务谈客户啊，有部分支出是没有发票的，有时候我在路边小店给客户买个礼品什么的，我也会忘记要发票，所以不得不找一些票据啊来对账。可是公司章程上说明报销金额要和明细对得上。哎，小顾啊，你是新来的实习生吧？我们整个事务所都是这样操作的，只要在限定报销额度内拿正规发票冲账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没事没事啊，你不懂啊，我也不怪你。这样，你把报销记录撤销，重新上报一下就行了。要不我再和主管请示一下，看看他的意见。毕竟我也是刚来不久，很多规矩我都已经跟财务打过招呼了。记录是你上报的，你改一下就行了。这么点小事，用得着上纲上线吗？是不是？今天不是你的当班日，你来所里干嘛？哎，是我叫他来的，我有点小忙啊，让他帮一下。陈律师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你要是真有事儿，身边的资深助理解决不了，需要一个刚上大一的实习生来帮忙。
这样吧，陈律师，您要是人手真的不够的话，我可以下次在全体会议上帮您提个建议，给您多申请个助理。但是我的实习生，陈律师，想用他帮忙的话，还请先问过我。你还坐着干嘛？还不回去上课去？哦，那我先走了。请进。傅律师，今天真的谢谢你了。不用。你能看出发票问题，及时按照章程上报，也算是有了法律人的基本素养。但是你不懂职场规则，鲁莽行事，这也是犯了大忌。其实职场跟课堂是一样的，都有它特定的规则跟章程。你现在还只是一个刚踏入大学门槛的学生，可能连课堂上的东西都还没摸明白呢。为什么着急要来职场？如果我要是你的话，在这个阶段，我一定会多花时间在课堂上，去学习法律知识。只有让自己成为根基牢固、意志坚定的大树，才能在面对现实时，不被狂风暴雨所摧折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那你先回去吧，剩下的事我来解决。谢谢。沈卷重返宿舍上特别行动小组集结。就位。小王在此。倒数十天。爱心不及已投喂，群里能不能收敛点？我们低调一点，李江。可以啊，少说两句。咱们明天见。不是后天吗？王阳，你会数学吗？这十天谢谢大家。
各位都没看过宿舍比赛吧？要不我为大家科普一下？可以啊。师兄，建业，继续吧。男子手枪宿舍要求运动员在8秒、6秒、4秒之内连续开出5枪。每发必须在9.7环之内才能算得1分。9.7环之内，你们知道是什么概念吗？不知道。9.7环之内就是以靶心为圆心，直径不到5毫米的一个小圆。现在通行的第3套1元硬币，直径是25毫米，差不多1/5硬币大小。25米外看靶心就如同看一个小黑点，难度极大，需要极致的射击精度。以前想过挺难的啊，没想这么难。哇，这么刺激呢？刺激？这还不算刺激。宿舍比起其他射击比赛更为刺激的是，从第2回合开始，场上的队员就要被末位淘汰。一次小小的失误都能让一个高手瞬间出局，一点追赶和弥补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来，比赛开始。教练，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。双人交替射击的时候会对对方产生心理压迫感， A、B、E、F 的选手身边都是有人的，只有 C 位的选手身边是没有人的。我觉得这对其他4位试训选手是不公平的。沈卷又不是故意站在 C 位的，是 D 位没有人，这有什么不公平？教练，我申请去 D 位，为那位落单的同学做后补。去吧。谢教练。不是，他是干嘛的？宁远队长，是宿舍组实力最强的，他站在师兄旁边进行交叉射击，肯定会对师兄造成压迫和干扰。沈健，你放心，我会负起责任，给你当好一个干扰项。比赛开始。4分。准备。地位5分。地位2分。F 位1分。第一轮安全，祝贺一位选手获得第5名。第二轮比赛现在开始，准备。C 位3分。准备。地位4分。 F 位4分。祝贺 F A 获得第4名、第3名。宁远，你下来，让试射选手上。现在开始决胜轮。
这几轮下来，师兄还落后他一分，下一轮一定要稳住啊！准备。地位三分，这下压力又到师兄这边了，他要连中五枪才能淘汰对手。C 位五分，师兄赢了，他赢了，五枪全中。啊！哇！这也还是那个沈爷，我就说他一定赢。选拔赛结束，沈娟获胜。明天设计馆报道。沈爷！太棒了！这次逆风翻盘，你有什么感想啊？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我就期待你下次表现。放心，加油啊！去吧。对了，恭喜你进入世纪队啊！只是险胜，但如果没有你的坚持，我也不会回到世纪队。你就放心大胆地追逐你的梦想，我肯定一直在你身后。请进。傅律师。嗯。我来是想和你打声招呼。我刚刚跟沈律师说不来实习了。这段时间呢，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照顾，我学到很多。你比第一天来的时候成长了很多，未来的路还很长呢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等到大三正式实习的时候还可以再回来。嗯，那我以后在学习中遇到一些难题的话，可不可以向你请教啊？如果你愿意的话。当然可以了。
好好学习，有事招呼。傅律师，其实你挺可爱的，谢谢。沈娟，既然加入射击队，以后跟大家一样，到队员宿舍住。好。来啊。沈娟，从今天开始正式加入咱们射击队，跟大家一起训练。好。请进，请。哎，所有队员，咱们今天做个测试，一分钟举枪，每人五组。现在开始，准备。好。好，时间到。音乐，你带大家适当练习。沈娟，留下来重来。队长，你说这教练也真是的，这千挑万选就选了一个连基本功都够不了的人来拖后腿。我看我们明年的比赛就更难了。队长，我闭嘴。沈娟，沈娟，再来一组。是。肩膀肘，肘，保持住。好，通过了。沈娟已经通过了测试，看一下是不是让她上一下实战。是通过最基础的测试，是本来应该做到的。你心里清楚，现在的你还不配摸真枪。我这有五发子弹。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能在4秒之内打好这五枪，你来找我。如果到时候还是不达标，你就天天在这举枪。沈娟明明已经通过了测试，为什么还不让她上实弹训练？我就是要她看得到摸不着，荒野上的狼知道吗？越饥饿就越顽强。你又来这一手。她心中那团火还没有完全点燃。不是每个人都有重新出发的勇气，
这对他而言不太容易。而我要做的，就是相信他的决定，坚定地牵着他的手，陪他走下去。